外面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爸爸和他的孩子。他们在中国，在中国哪里？我不知道啊。哦，要看，是他们，有两个人。爸爸和他的孩子，可是是在中国，可是我不知道在中国哪里。没关系啊，那里的天气很冷，天气不热。那时候天气很冷，爸爸想去 Walmart，可是。他没有说为什么。爸爸就跟孩子说：“我想去 Walmart，走吧。”可是爸爸的孩子看起来不想去，看看，有一点不想去啊。是真的，他真的不想去。孩子说：“爸爸，我不想去，天气太冷了，我不想去。”爸爸说：“你不想去吗？可是你以前都很喜欢 Walmart。”不啊，哦，不啊，你很喜欢 Walmart，你就喜欢他们那儿的东西。孩子说：“爸爸，你对了，我一般喜欢 Walmart，可是今天天气很冷，我不喜欢这么冷的天气。”所以现在我不想，不太想去 Walmart。爸爸和孩子是你看我，我看你。爸爸想，爸爸没有说。他想，我很想去 Walmart，是因为天气很冷。我没有 gloves，我没有手套，我的手很冷，天气很冷的时候没有 gloves 真不好，所以我想去买手套。爸爸说：“我们去 Walmart 好不好？”我买手套，也给你买，买个小玩具。孩子说：“什么玩具？”爸爸说：“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可爱的玩具吧。”孩子笑了：“太好了。”我想去了，两个人就一起去了 Walmart。